Wingardium Leviosa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游戏时间。我们很久没有更新生活主题的影片了，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拍一下我们耍废日常。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拼乐高。乐高。今天这一组呢是2018年乐高和哈利波特出的联名商品。那这一整个系列其实是由1到4集的故事架构为主。没错，那我们这一组的话是75953霍格华兹魂拼流，那它跟另外一组75954霍格华兹大拼组呢，他们两个可以完美的拼凑成一个组合。不要讲 sorry， 谁听得懂？所以我们简称这一组叫做柳树组，另外一组叫大拼组。这一组柳树组呢，一共有700多块的乐高。没错，它有非常多小小的组合，像是在魔药学教室啊，或者在寝室里面呢、啊，还有这个主要建筑，还有这些魂拼柳主角。没错，这些组合都非常的可爱。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拼完这一组，我们会花多少时间完成它呢？我们立刻开始吧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包，应该是房子，它的房子。好，再来魂拼流是吧？日月可能是应该是哦。还有什么？哦，有那个它的那个贴纸，还有贴纸。先看贴纸好 Q 啊！所以你看，就是会动房，我们就假装它会动吧。好，这是说明书，说明书有2份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，哇，还有2包，有人物主角，还是一样是城堡。那个钻头哎，好惊悚，好可爱哦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零件，总共有4包，还有其实是5包。哦，是5包啊。那我们要来看看做完这一组柳树组会花多少时间呢？计时开始。Stop。Please don't stop。我的书开始拼。Nobody。Nobody but you。 哎，我真的很久没拼这种东西，觉得盛感愉快。你呢？你愉快吗？好，蛮不错的，很疗愈。闷的，卡住了。还蛮不错的。我找到了飞机的 body， 来大家看一下飞机的 body。但是你没、欸、他头。对不起，我找到他假发了，我找到了，我对他很抱歉，我跟他道歉。就你看他头发放上去之后还是有秃头，厉害吧？完成一个飞梯，我要让他站在这里。你有看到我的车子的底越来越出色吗？你很厉害耶、他头有2面耶。哇，好开心。所以他可以有不同表情的演绎耶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吵啊，你觉得呢？好吧，先让他开心。但我看不出来他女的还是男的。他那个妙丽不是吗？哦，真的哦。为什么你看得出来？哎，长发哎，好可爱哦，头发有够多的。他们就是戴了个发型，不同发型就会不同性别。哎，你不要讲出来啊！目前的进度，车的底盘大致上出现了，准备要来装方向盘。这东西真的很有趣，天哪！老天，我想要买100盒来做，你要这个钱啊。希望大铁赞助我，抖内立刻要求抖内。我昨天才知道抖内的意思。就是你讲了之后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很新潮，谢谢你。我第一次被你觉得是新潮的人，多了好多我不知道形状的零件。以前很久以前在拼的时候，跟现在呢，现在真的是有个潮的。小时候拼了很多交通工具，还有房子，还有飞机，我们家还有飞机、直升机都还在。你看我有一个拱桥了，很酷的。你都没看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敷衍！我要装上大炮是大炮吗？二北共，学校怎么会装大炮？还是他们其实真的有装大炮？他们的石像还会起来？哦，对，保护学校群体呢？我觉得那是第7集，那集我看到哭，真的很感人。其实那不过是收尾时，我也觉得我好沮丧。他算是我在里面老师里面最喜欢的角色。你是说你知道他是好人之前就觉得他最就觉得他人格魅力很鲜明？反正你喜欢他油腻的头发。你看看我的糖，哪里哪里？怎么快？因为我 smart， I am smart。
那是爸爸的车，对不对？对，荣恩家的布布。你不想想看，这台车坐那么多人，后座坐好像五个人吧，都不会觉得很挤。他们应该可以坐7、7、4、9人都没关系，是吗？因为他改装过。对啊，如果他用魔法改装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坐7、7、4、9个。果断的贴，你看 ，beautiful。哎、欸，你的很 beau 哎、欸。你看我的，墙壁非常的。你看他们这一台福特车，好可爱哟。第一个车门可以开，欢迎进去。他们可以上车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他的方向盘？有，我看到了，很可爱耶！你看哦，他这个后车厢打开，里面会有他们的书包，怎么可爱，超可爱的！这台车非常精致哎！天哪，他们的大皮箱，嗯，哇，好喜欢哦！真的，好想坐进去。谁开？我们都不会开。刚刚你妈提供的情报就是以前小时候拼乐高也有这种那个。就已经有了，对，有那种本本，但是然后我就说，但我为什么都没有按照？他就说我是个撒该别的小孩，小时候没有人在按照这个的，小时候我都自己就是爱怎么拼就怎么拼。妈妈真有过诚实，妈妈是一种诚实的生物，可能吃了诚实豆沙包吧。我好喜欢那小酒杯哦，我以前都会把它拿起来玩，就是要逼那个乐高人物去野餐这样子，然后带他们小酒杯去。就在野外，然后喝酒这样。再来一层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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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耶！哎，我找到了，跟你说的一样，他跑出来了。他是从某时候最后的名字，真的，这很神奇耶！大家应该找东西的时候也有这样。你硬要找的时候，他都不会出现。对，那不要找他就一直出现。像是你等公车也是，是不搭的拼命来，拼命来。对，有火。哎呀，那么 cute 哦！但是这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实在太像祭台了。我这组怎么回事？第三栋房子建构中，我是富婆，我三栋房，我只有一台车跟一棵树。魂拼柳已经好了。哒哒哒，一棵树。它上面是可以卡住它的。路边一棵。树叶掉了，干什么东西呢？它可以动的地方应该是这里。哦哦，这样啊？对啊，它的那个就是这些枝不能动。下面这个是让你可以用手这样自己手动。时间经过1小时20分钟，我们目前进度完成了魂拼柳车子、房子有三小栋，最后只剩下一栋了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剧情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进不去924跟13月台，所以荣恩就提议说他们可以搭爸爸这台车一起去，飞天小汽车。这所以就是他爸，荣恩的爸爸。他爸应该有被约谈吧？被主管约谈，因为他们好像是不能擅自改造一些那个，对不对？嗯，不可以。他们有一个最厉害的，是16岁以上用的71043霍格华兹城堡。真的？你知道那个有几片吗？几块？2000。6000块，超过6000块大城堡。那太大了吧？那要拼3天3夜吗？3天3夜。花了1小时42分钟，完成了主要建筑。这个地方是寝室，哎呦我的老天鹅，好挤，好挤哦！天哪，巴蒂巴蒂的水。这个应该是史内普的办公室，没错，超可爱。他上面还在刚好在看那个报道，那个活下来的男孩。这看来就是药学魔药学的那个了。嗨，这是我的教室。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这个黑黑的杠杠呢？我们就把它插进另外一边的洞。哇，然后它就合体啦！哦呀，我们的房子完成了，在屋顶上站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站在那里的妙丽，然后还有一个路人甲，不知道他是谁，西莫，哦，西莫，男孩西莫，来分座的同学，这里有个气扑扑室内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对面有一个非常惊恐的荣恩，为什么惊恐呢？因为这里有一棵树，树上卡了一个男孩。他就是那个活下来的男孩，你看他有多惊恐的。
我们进口完之后呢，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办公室，还有莫名其妙的飞机，看看它多么的细致。我们完成了，成功！真的很喜欢拼这种小东西，好可爱。对啊，花了大概快两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完成。那你觉得要不要把其他组也买下来？其他组也想买，可是有一些有一点贵，太贵了，所以我们只好欢迎大家懂内我们。装乐高真的非常有趣，对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。如果有任何疑问或建议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哦。没错，其实不用懂内我们，但是一定要订阅我们哦。那么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